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路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的 IG 被 hack 了，就是被盗用了。然后呢，当时呢，我被 hack 的情况就是下午吧，好像是在下午。OK， 我被 hack 的原因其实也是关于到我自己啦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笨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来找我，就是做代言，就是代言就是产品这样子留给我钱，谁有代言谁不去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就问他产品。然后呢，他就发一个 link 给我，然后就跟我说，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，产品在这个 link 里面。然后我就点进去这个 link 了，之后我就退出啊，还是去做自己东西啊。过后，然后说进去的时候，我的 IG 就开不到。所以如果有人发一个 link 告诉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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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，你们绝对不要点进去那个链接里面，因为有可能你们的账号就会被 hack 掉。那我的账号就是因为我点进去那个链接里面，然后就这样子被 hack 掉了。然后呢我就去开了一个新的 IG 账号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这个新的 IG 账号，真的是拜托你们了。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帮助我，就是帮我分享啊，然后让更多人来关注我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很非常非常谢谢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的那个 follower 也不会上降快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们，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。然后我的 IG 账号的头像呢，就直接被他换掉，变成一个白色的一个头像。我也不懂为什么每个 hacker hack 掉了过后，然后就要把它换成白色头像这样子。然后不止只有我一个人被 hack 了，韩小爱好像也是有被 hack， 然后黄明志的是 YouTube 被 hack， 韩小爱的是 IG、Facebook 被 hack， 然后我的是 IG 被 hack。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这些 hacker 到底 hack 的意义是什么？唉，我当时呢真的是。我当时真的开不进去那个心情，我也许你们不了解我的心情，就是不知道讲跟你们讲，就是你懂你们的 IG 突然间被 hack 掉，然后开不进去的感觉是什么吗？就是心里面很急咯，因为那个是你这么晚了这么多年累积这么多年的一个账号，这么辛苦把这个账号打造出来，然后就这样子一夜之间就完完全全没有了。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那个感受就是很不好受，就对了，超级超级不好受啊！然后我希望我开的这个新的账号，你们可以帮我多多支持，帮我多多去关注一下，真的真的真的去关注一下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我去关注一下我的账号，我的新账号真的很需要你们去关注一下，因为 IG 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 IG 是发我。什么生活的记录的照片啊，全部是发到 IG， 所以希望你们去关注我，真的。所以在这边真的非常谢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跟粉丝们会来关注我，帮我分享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 IG 那边我也是有再去弄过了，希望我的账号可以拿回来了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帮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希望我的账号可以拿回来。No more, maybe 陀佛。